啊，拍拍啊！来来来，医生自己做一下啊！我当时不是高烧吗？39度，然后我去买药，然后我刚好看到他躺在那里，很多人在那经过，他都没人去扶，我就赶紧停车，我就去扶了。找了一个路人帮我拍视频嘛，那就怕万一嘛，对不对？遇到的话能帮尽量就去帮一下，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爱心要有的。报完警之后，然后警察过来就跟着去买药了，看他站又站不稳，坐又坐不了，然后又叫救护车送过去，然后又陪他去医院了。然后在医院等他家属过来，我再走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老人家的儿子跟女婿提着水果来找我了，当面表示感谢了。因为我去扶他的时候，他都已经没有意识了。